无记葵涌公布，冯振超已经获委任为公司营运总监，今日19号起生效。50岁嘅冯振超喺媒体编辑及内容管理、公共关系及企业事务方面拥有超过25年嘅经验。 佢喺2005年7月喺香港推出嘅免费中文报章 AM730嘅联合创办人同埋执行董事，担任高级管理层，监督日常营运，亦负责监控业务表现及互联网内容开发嘅新领域。佢喺2021年7月至到2022年7月期间加入煤气，担任企业事务助理总经理。